有粉丝宝宝说话迷你世界白光营，催了好几次，今天终于安排了。喜欢白光营的宝宝点个赞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其实每天都有好多小丸子来投稿，但是猫丸精力有限，每天只能画一个。不过大家也不要担心，只要是投过稿的都会画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哈哈。大家可以每天来打卡投稿哦，刷刷眼熟呼声高的说不定会先画哦。每天后台都有好多评论和私信，猫丸都一个一个看了，由于消息太多，可能有的没有回复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哈。猫丸争取从今天开始每个评论都回复，大家可以来监督。接下来我回答一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。一，猫丸是用什么软件画出的？答，我画画的工具是 iPad Pro Pencil 软件是 Procreate， 我之前出过 Procreate 的教程，大家可以去主页看一看。二，有粉丝说很喜欢我的画，问可以在纸上画吗？答，当然可以啦，只要有笔和纸就可以画，铅笔、圆珠笔、水彩笔、勾线笔、蜡笔都可以的。三，有粉丝说猫丸姐姐可以教我画画吗？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教大家画呀，大家可以跟着视频一起画，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，要不我建个简笔画打卡群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我，到时候一起研究画画。今天时间有点不太够了，就先回答大家三个问题吧，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。我是喜欢画画的猫丸，喜欢的朋友帮忙点点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简笔画教程哦。